还有我是葡萄，今天要来看道士出关一些广告，然后道士出关跟猎魔者觉醒是同一家代理商的，然后他们在 YouTube 上面投放一些广告嘛，也是非常的相同。那我们这次就是来看他们投放哪些广告是看起来非常雷同，或者是说完全一模一样的。OK， 我们先来看这什么前方内容恐怖胆小。OK， 我们先来看这则吧。哦呦，来开大声点。沉默之丘，奈何桥。哦，够够够，我觉得很毛欸。OK， 都快跨年了哦，各位观众朋友，都快跨年了，然后还要听这些，还要看到这些毛骨悚然的东西，很有气氛，这很有气氛，都快跨年了，然后他们还在投放这些有543断魂铃，我记得我有印象，这个在《猎魔者觉醒》那边我也有看过，我有印象。哦，够了。我一直听到那个哦，这什么溧阳什么溧阳城之类的。OK， 等一下，我们去，那我们到另一个资料夹看一下有没有猎魔者觉醒的广告是跟这一样的。哦，干你你啊！我要跳，很恐怖，真的超恐怖的。对，什么沉默之丘嘛，各位有没有看到？哦，我拉到中间一点给各位看，各位有没有看到什么沉默之丘嘛，对不对？哦，沉默之丘，还有奈何桥，对，刚刚看到的啊。然后鬼，这什么自然鬼域吧？然后断魂岭都有，极尽谷，啊哈，还有丽音城。哦，天啊，这些 BGM 超级毛的。哦，我会加自己的 BGM， 让你们看起来不会那么的毛。胆小勿入，哎，一样的吧？哎，好像截到一样的，哎，对，好像一样的。啊！哦，我没胡乱，他就是他里面的那些什么呻吟声就是这样唱的。哦，这红灯笼，这红灯笼我有印象。哦，干咬丝欸，干好毛哦。风玉鬼哦，这什么鬼鬼什么城的鬼玉有名城，我有印象，这些真的都有看过。欸，但是等一下，这个什么乱战干嘛，这好像没有，这好像是中间插进去的吧，对不对？然后这对这边我有印象，然后还有吗？好毛哦，超毛的，而且现在又冬天哦，我听了连背都麻起来了。哦，这个我有印象啊，对啊，这我有印象。好，那我们来找一下看有没有同样的片段吧。哦，风玉鬼门啊哈。哦，永明城，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是一位外国的 YouTuber 啊。啊，之前有人分享说他的频道名字，我个人是不确定他看到自己的直播画面被这样弄，他有什么感想？啊哈，有名城嘛？刚有看到啊，啊有名城，然后镇魂楼，啊有，哎等，这个好像刚刚有，我记得刚刚有一个什么蛇女这样走过去吧，这个场景，哦青古道有，啊这些都有啊。这什么？这是叫什么？荡尸什么？荡尸舞？嗯哼，彼岸花，我还鲁冰花哎。OK， 那我再找找看有没有更类似的，应该还有更类似的才对。OK， 是这一则，不过它是在后半段的地方，各位有没有看到后半段这边？这什么？哦，就这个后半段这个片段，嗯哼，啊没有，好换下一则 ，OK， 我找到应该这个，有恶魔岛前面是不一样的，然后后面就是了，你看这个什么鬼域鬼城鬼域，啊哈，啊这个一大堆幽灵在这边走的，哦对，有一个女的站在这上面，有一个女的站在这上面，然后我记得等一下会有一个蛇女吧，应该有吧。哦，没有，这好像他有些片段是这样剪接的。
有人在乎他在讲什么鬼东西吗？对，刚刚这个场景，哎，刚刚这个场景嘛，这个场景是有的，还有这个也是有的，对，这边也都有啊。哦，我没跟各位胡乱哦，我们再重新看一次这边，你看这个鬼域，然后再换过来，你看一个从由上往下看的视角，然后这边一大堆幽灵在边走路，然后一个女的在上面，一个女的在屋檐上面，然后这边你看好像是招魂一样。打小又要听，好毛逼君。你看这个鬼域嘛，有啊，然后你看有名城一样的，对，就这边，我觉得等一下会有个，哎，这个，哎，他直接跳画面，哎，对啊，他就是这样剪接起来的啊。不然等一下这边应该会有个女的吧，然后这样跳过来，嗯哼，哎，等，他这两个。有没有发现他这两个画面一样欸，所以他重复，他一个画面还这样重复用就对了。然后这样看过来，对对对，这边招魂嘛。哦，一个女的在这里啊，你看他会在这边出现，对，一个女的。不过这蛇女就没有了。哦，你看招魂路啊，对不对？哦，给各位再看一下招魂，对，就是这边哦，一样的，用了一样的片段，一样的片段。干，欸，这是一样的欸。哦，接到同样的啊，我接到同样的广告了，代表他真的洗得非常的夸张，还没有到《猎魔者觉醒》那种地步啊，但是真的有时候是差不多看五部影片会出现一次的那一种。OK， 像这什么火焰山，我记得这种火焰山就没有了吧？干你啊！哦，要修，他 B 卷是从哪边来的？各位听一下，他 B 卷到底是哪个动漫 B 卷？啊！他的 BGM 是哪个动漫 BGM 啊 ？OK， 反正这些什么这些有的没的嘛，绝对不会在他真实的游戏里面出现，绝对不会在他真实的游戏出现，所以不用期待太多。这个好像没有在《猎魔者觉醒》里面看到过欸，要快一点。哦，这边各位有没有？他后面的片段是相同的。然后后面片段都是相同的，什么鬼门嘛，对不对？有名城、招魂路，哦，又出现又来了，什么乱葬岗？不过乱葬岗是道士出关才有的。对，这边哦，没跟各位胡乱都一样。OK， 再来看下一则，这个烈焰塔，哎，这个是什么？烈焰塔吗？大小啊，看哦，都快跨年了，然后你还看到这个画面，你觉得会很想赏他一个巴掌？烈焰塔，这些好像就没有看。哎，鬼阵，对，这些猎魔者觉醒好像，哎，等一下出声道，这些猎魔者觉醒好像没有出现过的。那当然，我觉得就是说别的游戏嘛，如果这个代理商再继续接别的游戏的话，应该还会再出现相同的画面嘛。哦，他们如果再继续接别的游戏，应该还会再出现相同的广告。哦，毕竟他们在用广告方面是很省的，同样的广告嘛，不同的游戏再用一次，超省，真的超省。这畜生道，哎，真的这种广告真的蛮畜生的。然后再看一下这则，哇，好文青哦，哇塞，怎么变这么文青啊？前面是闹鬼的广告，然后现在是超级文青的过场动画。所以这个到底是哪个游戏的过场动画？我很好奇欸，到底是哪个游戏的过场动画？哦，好好好，看到这边就好。胆小勿入，广告创意仅供参考，具体以游戏内容为准。OK， 你说仅供参考吗？你知道这仅供参考比泡面盒上面的图片还要不实，好不好？人家泡面盒上面的图片至少还跟他泡面本身还有几分相似，那请问一下，你这些什么广告创意吗？跟你游戏会不会差太多？你以为你的游戏内容没有被别人先给事先放出来吗？然后大家看了都知道说，哇靠，广告跟游戏本身真的差很多哦。什么叫仅供参考？你随便说一句仅供参考就可以掩盖你广告不实的部分就对了，妈的欸！啊哈！
我有，哎，等等等等等等。哦，都快过新年了，快过新年了，结果还放这个有裤头的，妈的，有个鸡掰。那后面欸，僵尸跳跳跳，嗯哼，这边好像夜魔者觉醒就没有出现过了。OK， 好，换下一则。八八八，哦，这个什么青玉圣殿。对，这我有印象，这我有印象，真的有印象。哦，蓬莱岛这边我有印象，哎，还有吗？炼狱门，对，这者绝对在炼魔者。对，这个山，这个山，等一下，这个山，我在炼魔者觉醒有看过啊，保证绝对是同一部广告。还有什么八宝山东海？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游戏的过场动画 ？OK， 我那我们来看一下对比吧。哦，对，出来了，玉清圣殿渡二河嘛。哦，镇魂铃，然后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哦，蓬莱岛，对对对，蓬莱岛一样的，一样的，炼狱门。啊，玉龙山，对，这个完，这两则广告应该是完全一样，完全一样。还有东海嘛，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九天仙什么，这次不会念。对，一样一样的啊。没胡乱各位，证据都在这边，我真的没胡乱各位，证据都在这边，一定是有理有据找证据给各位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步。等等，以下画面属测试阶段，不代表最终品质。我个人觉得啊。哦，我觉得你这个画面应该是从别人那边这样抄过来的。但是你说测试阶段好，我们就当做测试阶段好了。你测试的阶段比你游戏本身还要好，你知道吗？哦，这些过场动画我真的觉得是蛮不错的，虽然说很毛，但是绝对比你游戏的还要好。所以代表说你最终的品质他妈的是一坨狗屎就对了。他还好意思在下面说什么画面属于测试阶段，不代表最终品质。妈的，你最终品质比你测试的东西还要烂到靠北。哎，但是我这好像在那边看过，哎，哎，这个不是什么弹尸舞吗？刚刚前面看到什么弹尸舞啊，对不对？只是他前面加了几只僵尸，哎，哦，所以我个人觉得是不是猎魔者觉醒的广告是先抄那个道士出关的，是不是？猎魔者先抄道士出关的，可能哦，我觉得有可能。哦，这边有，这边刚有看过，对啊，这些都一样啊，弹尸舞啊，这是弹尸舞啊，哎，对啊，这女的有看过啊，然后这边好像就没有，哎，对啊，后面就没有，看，哎，等一下，这个好像在之前王者远征也有看过，哎，之前王者远征的广告也有看过啊，太靠北了吧。哦，好，很屌很屌。然后他关于他前面这个片段嘛，前面这个什么荡尸舞，然后还有这个片段我去找一下，应该也会有。哦，是这个吧？是这个啊，荡尸舞啊，对，这边，你看一样的啊，这是完全就一模一样啊，只差在炼魔者觉醒这边没有出，前面没有几只僵尸而已。哼，一样的，一样的，真的。还有一个，我看一下。哎，有哎，各位看到，我找到，我找到了。各位有没有看到这边？就是这则，各位有没有看到？就是这则，一样啊，对啊，荡尸舞嘛，然后前面有几只僵尸，各位有没有看到？几只僵尸真的是一样的。然后我看一下，应该还会有更多吧？哦，对对，就这画面，哦，什么鬼域？然后有一大堆，有一个人在那边招魂。哦，没跟各位胡乱，真的找到了。对，真的，再回去看一次，没跟各位胡乱。对嘛，你看一样啊，跟刚刚一样啊，招魂嘛，招魂啊，然后一个弹尸舞，前面几只僵尸，对吧，对不对？没跟各位胡乱。 OK， 他前面是啊，后面就不是了，后面就非常的文青。OK， 都给各位看过啊，然后证据都摆在眼前给各位了，哦，我这个人都是有理有据在说话的，哦，证据都在这边，证据都在这边。
只能说他们用广告方面嘛，真的是超级省的，一个广告给好几个游戏在用。OK， 那我们这次就先到这边啊，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啊，各位拜拜。